新的片段已经2天没有更新了啊！他还有没有活着啊？啊，不行不行，啊，不然去看一下他好了。哎，C，他在干嘛？哎，C，啊，你都没出门，在这边干嘛？嗨，朋友们，那你在地上这边干嘛？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。我要在这边度过我孤单的一生，我很命大，很幸运，才存活下来。你要不要也跟我一起这么做啊？你在发什么神经？你不出去就不会无聊？我没有发神经，这是我的新朋友皮蛋，还有米粉，跟他们打个招呼吧。不是啊，那是你家的食材。算了算了，这个没救，这个没救了。哇，谢谢你。看来我应该找到新朋友了。姚哥，不要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救他。所以皮蛋太太，你要来一杯茶吗？不是，真的不用这么可怜不是有 Google Play 吗？上面很多游戏可以玩不用只在那边跟食材讲话那这个好玩的，试试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这看起来还蛮好玩的，可以跟朋友打到很多宝物。3 days later， 啊，哭，下一个任务是什么呢？你怎么还在玩食材？那个皮蛋怎么变成猪了？因为它孵出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信。之前我应征了 Google Play 超越自我大挑战，参选了《恶之国交错世界》的风格队长。虽然最后票数就是少了这么一些，毕竟你也知道，风格队长最大的秘密就是票多的赢，票少的输。所以，对，我输了。但没有关系，我要战斗到最后，所以我发挥了挑战的精神，在这支影片用之前没有展现的实力挑战了 low cost cosplay， 欢迎大家在家里一起试试看，说不定还能找到新朋友。随着警戒延长，还在担心因为疫情关系只能闷在家，没有办法跟朋友们见面吗？即刻起打开你的 Google Play， 下载各种手机游戏，让你在家也能出国探险，跟朋友揪团打王刷宝物。在影片下方留言你最近在 Google Play 上玩的游戏名称，还能够抽 Google Play Point 50点，我们会抽出10名观众来赠送这份礼物。随着参加人数众多，说不定会有加码好礼哦。最重要的是 Google Play Points 的使用范围不限任何游戏， Google Play 深度保养玩家的心，不只照顾你的假期，连几千款游戏都能够免费游玩，乐观优质。